小高，小高，快看我新买的橡皮！不是橡皮吗？我有一堆。这可是男生专属的宝贝，比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橡皮好用多了。哼，你也不怕得罪我们女生？那咱们比比。谁买谁？男生橡皮 vs 女生橡皮，战斗开始。首先派你上场，雪糕橡皮有彩虹、西瓜、猕猴桃、柠檬四种可爱造型，长得就挺像雪糕的。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不但外在颜值高，它的内在也一样的仙气。带回学校，同学们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光颜值有什么用？橡皮最重要是实用，看我的猛男一号彩蛋橡皮，来自侏罗世纪的复活蛋，质地柔软，清洁能力强，橡皮屑不受闪，是不是很好用？这也太普通了。看我的第二款橡皮，彩虹变色橡皮。这种变色橡皮擦你们肯定没见过吧？会根据太阳光变色，只要对着太阳慢慢变成深色，擦出来的橡皮屑还能成条状，容易清理。这简直就是橡皮屑的天花板，高科技。会变色有什么用？看我的猛男二号。别看这种橡皮平平无奇，三合一的橡皮擦卷笔刀，侧面是卷笔刀，省时省力。最上面的是橡皮擦，擦拭不伤纸，另外一头是滚轮设计，用来清理胶渣，作业本永远干净无瑕。有了这款橡皮擦，卷笔刀的钱都省了。小伙伴们快来看看我，让我把你们带入童话世界。火柴橡皮擦，拉开盒子里面就是火柴橡皮擦，里面每一根颜色都不同样，当写作业时写错一个字就拿一根出来擦，美观又好用。有这款火柴橡皮还影响我考试速度。谁说的？带你看看系列设计的橡皮，指尖陀螺橡皮擦。没错，它就是能转的陀螺，下课无聊时还可以拿出来玩，上面印着咱们男生最爱的奥特曼，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。你这款橡皮怕是一整天上课都在玩陀螺吧？谁说的？我可是三好学生。言归正传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女生的橡皮？还是喜欢我们男生的橡皮呢？在评论区投票吧。喵耶！